咁啊，最近我哋飲茶就呢間啦，呢間。咁啊，都係20-30蚊咁咯，即係啲蝦餃燒賣。嗱，而家係整啲特價，吸引你。嗱，今日禮拜一啦，今日6月24禮拜一啊。咁咧就如果即係食滿30蚊，就8.8就蘿蔔糕咁啊，啲十幾蚊一條到啦，蘿蔔糕應該。然後聽日就3000包，8.8，係嘛？禮拜三就山中牛肉啦，禮拜四就馬拉糕，禮拜五啊正啲嘅燒賣，咁啊三十好易嘅啫，你兩個點心就30噶啦，肯定跟埋茶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其實基本同香港差唔多價錢，咁呢間就都 OK 嘅，啲食物我都食過，都 OK 嘅，都多人嘅，即係飲茶，而家開埋出嚟添，霸埋呢個位置。話充值，我即係可以充值，然後慢慢食啊嘛，出啲招啊，嚟急急金啊嘛。你都整啲火鍋喎，汕頭牛肉火鍋，啊？有冇飆龍翅餅啊？3花子、5花子啊？紅牛油啊？啊，有冇啊？可能有嘅，依間可能，但係一條友食皮啊，食一碟就 OK 咗啦，幾人多就好啲，打邊爐。一條友咁即刻玩完啦，係嘛？係咪先？即刻抱你玩完啦，做食第二樣啊，冇得食。一個人好難食好多嘢。睇下咩食？火皮鮑魚、白灼花甲、青口石花龍蝦、都有錦蒸、皮皮蝦，即係嗰啲瀨尿蝦啦。花螺、蒸鱈、水果貝、蟹、蟹肉麵包都有嘅，燒鴨啊，坐滿啊，坐滿人，不過佢冇開咁早，開9點、8:00、9點咯。哎呀，嘥嘢！今日食飽咗，係嘛？依家多翻啲人咧，即係話好似一個人的江湖。依個嗱，新出呢啲別墅係嘛？280萬，平層啊，6800、6800一尺起啊，1米啊，唔係1尺，1米。